无声也有涯，而智也无涯。以有涯随无涯，殆已。已而为之者，殆而已矣。为善无尽名，为恶无尽行。圆都以为经，可以保身，可以全性，可以养亲，可以尽年。庖丁为文惠君解牛。手之所触，肩之所倚，足之所履，膝之所倚，豁然响然。奏刀豁然，莫不重音。合于桑林之舞，乃众经首之会。文惠君曰：“昔善哉，既何至此乎？”庖丁试刀对曰：“臣之所好者，道也，近乎既已。使臣之解牛之时。”所见无非牛者。3年之后，未尝见全牛也。方今之时，臣以神谕，而不以目视。观之止而神谕行。依乎天理，披大细，倒大款，因其固然。既经恳请之未尝，而况大姑乎？良庖岁耕刀，割也。足庖月耕刀，者也。今臣之刀19年矣，所解数千牛矣，而刀刃若新发于形。彼竭者有见，而刀刃者无后。以无后入有见，恢恢乎其余游刃，必有余地矣。是以19年而刀刃若新发于形。虽然，每至于足，吾见其难为。猝然为戒，是为止，行为迟，动刀甚微，豁然已解，如土为地。提刀而立，谓之四顾，谓之踌躇满志。善刀而藏之。文惠君曰：“善哉！吾闻庖丁之言，得养生焉。”公文宣见幼师而惊曰：“是何人也？呜呼，戒也！”天与其人与曰：“天
天也，非人也。天之生，世事独也。人之貌，有余也。以是知其天也，非人也。则至十步一啄，百步一饮，不其恤乎繁中。神虽旺，不善也。老聃死，禽亦吊之，三毫而出。弟子曰：非夫子之有耶？曰：然。然则吊焉若此，可乎？曰：然。始也无以为其人也，而今非也。想无入而吊焉，有老者哭之，如哭其子；少者哭之，如哭其母。彼其所以会之，必有不其言而言，不其哭而哭者。是遁天背情，望其所受。古者谓之遁天之行。是来，夫子始也。是去，夫子顺也。安时而处顺，哀乐不能入也。古者谓是地之玄解。至穷于为心，火传也，不知其尽也。